聪明界精湛的演技在去年入围金马奖最佳男主角，而原本就有运动习惯的他在家里也放了一些简单的健身器材，他近日就分享儿子打的赤膊正在使用器材运动画面，并开心写下终于肯跟老爸健身，部分网友看了纷纷笑说很快就会比老爸健壮了，但也有人警告他儿子才15岁，将会影响青少年发育。另一张继聪看了无奈回应，每次有关于小朋友的贴文都会出现越管理队的网友留言，对此他谢谢大家关心，但作为一个父亲，他认为他一定比网友们更加紧张孩子们的成长。他也特别解释，健身是包含不同程度的训练，如果适量的重训而且确认姿势正确的情况下，绝对有助成长，也强调网上有许多资料，网友们可以自己看看啊。